2016年开始，他在改造的时候就经常去。骑楼下面都是山坡，但我们走过来就不用晒太阳，也不用淋雨。在山铺这边可以看到那对面的那个对面的骑楼，上面有人也我们可以对话。拍的时候6点多就出发，到老社区大概是7点左右。那个早晨7点左右，刚好那个阳光晒过来，就又有一些晒得到，有一些晒不到。还有加上用拍摄的技法，有一些用长焦距啊，压缩骑楼的空间。骑楼那个柱子的空间把它压缩起来，所以它就有艺术的感染力。像那个早晨起来光比较低，光比较低，它的光线就比较漂亮，它出来就偏有点红和黄。所以我们拍摄那个窗户，就早晨的时候，它导引过来，那个窗户导个影啊过来，它就这斑斓的色彩就在这个窗户里面，所以出来就有另外一种艺术效果。我两种表达方法，一种是从艺术性的去表达，一种是从记录性。但记录也要考虑到它美感，虽然你不要去改动它，但是你要考虑到它美感。那欣赏的人也喜欢看到这个美感，但是尽量考虑这个人在里面的真实性，他的动态是真实的，不是摆拍的。所以我好多都是继续拍这些。所有潮汕人的记忆，就对这个小公园还是挺有感情的。我从小也是住在周边，离那里大概也是陶居院化妆后回来吃送到那场合，他就走到那个换衣服的换那个服装的地方，所以刚好一群人来我就拍一些。有一些是演出后要回去，
他懒得回潮剧院去了，就走路回家。走路回家，我刚好拍了一堆那个圈的小孩啊，这都有。所以，哎，没戏。珍惜这个地方，那个有一个情节嘛，啊，从小就在这里，所以热爱这个地方，喜欢这个地方，哎，那就是一个创作的源泉嘛。你要看到小公园，知道原来汕头就是这么繁华。这个整个老社区，就是这个骑楼，应该在中国不多的，就是这么大范围的，就很少。哎，其他地方没这样的。